究竟是谁？现在是我在问你，现在是吾在问你。再问你，你究竟是谁？或是让吾来告诉你，你应当是谁，以及吾的诞生。因为天灾。谢谢你啊，大夫。啊，回去小心点。是要诊治吗？我进来。病难逃，我心口难逃。行行好，给我治伤。好，原来你没钱。贫穷。看什么看？啊，你不也没钱吗？还学人看大夫？去。哎，啊，你好。饥饿。你这个小偷，别打！我打死你！无悔。没睁眼睛啊你！干什么你？暴力。干什么？给我老实点，也不看看我是谁！杀了。悲怆，死亡。战乱，罪业便是吾的职责，神是这世间的光，而吾便是这世间的阴影，因此吾无法离开此方世界，在这魔域中独存了不知多久。突然有一天，吾终于想通了一件事，这世间之所以有罪业，正是存在了太多痛苦与欢欣，饥饿与厌足，混乱与秩序，而这些都是相对而生的，自混沌初开便是如此。既然如此，痛苦无法被消灭，为何吾不可反其道而行，让这世间再无清明。众生皆因浑浊而永远沉溺痛苦，为了创造出无喜无悲的安宁世界，吾创出了同悲道。当这世上再无清浊二气之分，便再无罪业，待吾成功之日，三界就会回到吾所诞生的混沌，那么吾也就自由了。